枪才是战争的真意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们的鲜血会浇灌同一片土地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我把送你飞机的钱全开箱子了，那你也开不了几个，你就能开3-4个，你开个屁吧！我操！那你不纯送吗？呢？你怎么知道别人就送你一个飞机？那他一个都没送，我默认他送一个飞机，有问题吗？我曾给自己寻找借口，又让他们抛弃践踏。啥呀？他也就断一波兵呗。至少我能以凡人之躯赴死。Hello, is it me? 再吃一波，把他杀了。我仍毅然前行。谢谢 ICEUH7。 我的ally has been slain。 我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好，那你就别吃这波兵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坚信战斗的价值，就不存在失败。这多亏呀！关键他刚才那波兵他没吃着啊！呼喊着索要的力量，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我要在天界刻下属于我的伤痕。谢谢，我真只会看小说的飞机儿。谢谢，我踩出去砸。强者无需慈悲。Oh my god！ 想干嘛？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等死吗？我踩住点烟，哦，这扎，突突突突突突，得了。于顿上安眠，魂归故里吧。生命就是一场无休的战争。哎，那声音曾在我耳畔逝去。干啥呢？他出个皮鞋，并不等同于逃跑。
slain. 呼吸，品尝空气的味道是我们的荣幸。这是无数先祖最后一口气为我们换来的。我踩住就砸。哎，我砸。我就不闪现杀他了，我怕伤害不够。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操！吃个塔皮儿，我扎，踩住平 A， A 接扎，我扎，只有死亡。啊。不出来了，为何而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哼，该我了，是踩住就砸，都杀不了我来。该我了吧！逃跑就会摔下悬崖。过往与我同行。炼金估计还得过来断线吧。这不得断手线，先吃个塔皮儿。我并不争先，只是一心超越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手足。我扎，踩住，点岩接扎，突突突突突突突。世界在动，天地止步不前。他是干哈？他要杀我呀？闪现踩住接扎，我这蓝枪也打不过我呀。我踩住 A 接扎，吃我一招，再来，这炼金，这不得杀我一波？我操！我直接送炼金，操！闪现。先来一个影魔刀，反击永不言败。
我踩住哦，这砸截屏的屏的，哎，这要砸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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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， 四百块。我操！千百次，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。啊！谁飞过来了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二打二啊？我这啥意思啊？不玩了？别怕呀！哇，好定！哎呀，先拆塔。哇，抓平 A， 哎，抓平 A， 踩住平 A， 点燃接抓接平 A，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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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哇，抓平 A。我抓平给踩住 ，A 接，嗖！因为万物都会坠落，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拿下！先来一首布甲鞋吧，布甲鞋吗？行，没问题。每当仰望山巅，我就会感到自己如干他呀，怕啥呀？我便开始攀登。这刀妹打这么长时间了，他搁上路的塞拉西，他怎么还干不过这塞拉西呢？啥意思啊？我踩住，我抓，我大影魔刀。踩住平 A 接招，来呀、啊！这都不敢上啊，真怂啊！如果我们可以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来个魔切，出个破败。再来一把龙刀，我就行。大地在我脚下，复仇即是寒冷。处理高山的我，Hello， 不需要，我又来了。
我踩住就砸截屏的，我砸丑，喜欢丑，让你丑了吗？啊，让你丑了吗？喜欢丑。你们去守去吧，我就不守了。我的命运，喜欢丑踩住就砸剑屏，我砸！知道我搁里边还敢出来？没有什么怜悯和慈悲。OK。咱这牌面兄弟们。我问我说春爵能解说吗，他说我现在马上问，刚才在开车。我踩住就砸。有牌面啊。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，不给面子是不是，什么意思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这阿弟直接看，说让我直接看，申请都不用申请，兄弟们。看看那春爵啥天开始啊，我们解说一首。可以一起看，哎，随便看，说是。让你看，没让你直播看。你的理解能力还是可以的啊，那我要是不直播看，我还用问他呀？我不直播看怎么的？谁还能管得了我呀？其实像这种眼儿能排，就是有的人可能都不知道，有一些很多的细节，其实到现在有的兄弟还是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人若品尝过神的恶毒，就再也说不出那么长。英雄联盟啊，不是那种就是距离游戏，你明白吗？不是说你一个近战。啊，他在这里你就 A 不到他了，你只要你的攻击距离够你就能 A。 你像潘森攻击距离是175，有的英雄是125，好像是比较短他就 A 不到，他这个是攻击距离游戏，他不是说看近战远程的。我扎，有我操！我踩住扎，上路吃波线。战争之道，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
快点打，为啥要快点打呀？今天连麦解说吗？自己解说吧，就别连麦了，我还真没跟人连麦解说过。先杀他，这就好多了。哼，走位。自己解说太干巴了，不干巴呀，还行啊。你这一放的确实行啊。1000。我自己解说不干巴的，给你们解说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一往无前，再见。自己解说不干巴。人多解说容易尴尬，我跟你说。每次战败，我都绕着这座山。自己解说有节奏，人多解说节奏把握不好，容易插嘴，你明白吗？我要在天界。刻下属于我的伤痕。后边我马上到，坚持住。哎呀，给我锤飞了。没刷起来，打个红，没有红，但是有蓝。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手足。上解说席的猴哥和出家人一样，为啥呀？啥？出家人是啥意思啊？我上解说台，其实我也不是像出家人一样，我可以正常说。主要是这老给我压力，你知道吧？一整个老给我压力，说是怎么的？哎呀，那公司人跟我说，你解说呀，尽量说普通话啊。不是普通话的，你他妈听懂得呗？我寻思，我整贼压力，压力贼大。完了，给我整的我也不敢说，我怕我说错话了。我们面前的山不一定真的难以逾越，甚至不一定真的是山。所以我就有点拘谨，你明白吗？我就想官方一点，就给我整。
其实根本用不着官方，我一个嘉宾，那其他那俩人解说你就听听呗，我整个一嘉宾我请过来玩的。后来我一看那九哥他也不用普通话说话呀，那不应该这么拘谨。谢谢我菊哥的十个大飞机给个啵啵。秀菊哥的十架大飞机，牛的牛的，秀菊哥的十架大飞机，感谢。闪现彩珠就扎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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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扎。哎，开始跑了，往哪里跑？哪里跑？哎，我并不争先，只是一心超越。真送啊！他是不是以为我不追他了？肯定以为我不追他。然后他会过来发现，突然之间发现我在这里，他会很惊讶。我跑外圈，你跑内圈，你怎么能跑得过我？啊，妹妹，妹妹，走哪去呀？往哪走啊？想逃，战猴大声点，上高地。现在基本上踩住这个人就已经死了，要播吧。好锤，我踩住就扎点烟，我扎，哎，扎歪了，开打！只有我想赢啊！大威天龙，CSGO 内战的你不去吗？我看看啊。我看看。